有几个胆子大的外卖员就好奇地进来看了看。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直到有个人打开了灯，灯忽明忽暗地亮了几下，然后啪的一声就关了。这件事经过互联网的发酵，就变成了都市奇谈。喵，喵，过来。你还有没有小伙伴啊？把他们也叫过来吧。